幻姐真是厉害啊，从哪儿把你给挖出来的？哎呦，看那眼睛，看那小鼻子，哎呦，跟我们家雅西多像呀！啊！哎呀，你可以好好问问你爸你妈了呀，年轻的时候啊也没干什么好事儿。我3岁就认识幻姐了，她以前是我干爹助理，不用挖。 我也觉得你们俩长得特别像，像失散已久的亲姐妹。这人你哪儿找的呀？哎，我是沈哥的老乡小凡。怎么？给我重新换一个吧，话太多了。哎，别，姐，那我不说话了，我去外边等你。哎，别啊，妹子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 就喜欢话多的，这人我现在也没找助理，要不你来当我助理算了。啊？第一天认识你就公开抢人了，什么意思呀？抢女人怎么了？我就是抢女人，我明儿还可以向你风头呢。哎，你信？干嘛呀？啊？干嘛呀？什么仇啊？啊？什么怨？你俩今天是第一天见面啊？告诉二位，从现在开始。 你们就是姐妹组合，G A L， 啊？知道你俩为什么长这么像吗？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啊？你知不知道？我告诉你们，因为是缘分，这就是缘分。 所以啊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两个人就别吵了，以后就是组合了，要相亲相爱，这样我们才能红红火火，一鸣惊人呀。 你们出道呢如此的顺利，可以说一夜之间就拥有了这么多的粉丝，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谢谢大家喜欢我们的音乐，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。谢谢，真的是特别重要。我听说你们公司曾经秘密打造你们5年的时间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并没有那么长时间，这没有付出哪有收获嘛？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也真的特别感谢公司对我们的栽培。 确实这点很重要。我听说雅西，你是一直生活在香港，对吧？而咪咪，你的父母和家人呢，就一直在法国，对吧？对。那你们父母支持你们进入这一行吗？其实，在我看来呢，这梦想是一回事儿，这实现梦想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。所以真的很谢谢大家能够这么支持我们。我们也跟公司商量过了。 把我们最近的演出所得全部都捐赠给汶川地震后需要帮助的孤儿们，谢谢。真是太有爱心了，各位朋友，我们这个可爱的 Q 组合呢，这次拿出了他们的私人珍藏进行现场拍卖，所有款项将会全部捐出来。他们到底拿来了什么？我们来一起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好。 哦，雅西带来的是她最喜欢的包包，是吧？哦，很漂亮的颜色。米米这个，哇，米米这个好厉害，这是你自己画的吗？对，这个是我在法国的时候从我的乡村别墅里看出去的风景，这对于我来说更是一段更珍贵的回忆。很漂亮，很有意境哈。那么下面，喜欢哪个？赶快举手。
去找你呢。这么巧，什么事儿？我要和你谈谈米米的事儿。他已经快一个月没回家了。这件事啊，你不用担心，米米的很好，只是排练和演出的时候有些辛苦，但是你放心，我已经派专人去照顾了。他在电视上撒谎，我已经看见了。他说那画是他画的，可是那画明明就是我画的呀。还有他说自己在国外长大的，他说的不别扭，我听着都别扭。这是宣传需要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可是这些虚假的东西根本就站不住脚，这样会害了他的。傻丫头，不要用你艺术家的思维去衡量那个娱乐圈，只有米米红了火了，他唱的歌才有更多的人听。他想当明星，你就送他去当明星，你觉得这样迁就他好吗？这么大火气呢，你别忘了，我不仅仅是迁就他，也迁就你。你跟米米都长大了，各自有各自的主张，这个我管不了。但是我能做到的是，能帮点什么就帮点什么，这也是我应该做的。这不是你应该做的。别想那么多了，菜买了吗？今天晚上我留下来吃饭。没有。脾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坏？男朋友惯的。你要不先走吧，我还有个约会呢。不管你有什么约会，今天也得放一放，难得我有时间。走，我们出去吃。快点，楼下等你啊。我上班路过这里，你跟熊胖借的钱准备什么时候还？许一，又是催交物业费的吧？跟他们说过两天再来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催催催。爸，我出去一下。快点回来，走吧。你爸爸没事吧？死不了。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不，你没有错，在你心里我就是那样，没出息透了。周末我有空，再来看你吗？不用了，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。丽儿，我想过了，我们不合适。你太好，我永远配不上你的好。我累了，丽儿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还有，你让我不能忘记过去。小王子也是我最喜欢的故事。你跟他没关系，你就已经替他挡了酒瓶，他有点关系还不替人挡枪子啊？我喜欢许弋，我要许弋每天都开心。你这样盯着看我，我也不会喜欢你的。然后挣好多钱，把你养成一只大肥猪。
却放弃的答案。梦太深，梦太浅，梦是清醒之后我想要的。你是不是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了？灵儿，我告诉你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救世主。我不需要讨你们任何人的欢心，看不惯就离我远一点。你别把我当傻子，你做出这副样子来不过是想跟我分手的理由是吗？全世界都是骗子，如果你也抛弃我，我一无所有，求你了。唯一真心对我好而且不求回报的女生，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。丽儿，你相信我。梦太浅，梦是美梦成真，我想要的勇敢，在下一滴愿望就能汇成海洋，送你一颗星星就能变亮夜晚。叔叔，菜都做好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别呀，姑娘，吃完饭再走。不用了，我得赶去上班。哎呦，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，谢谢你啊。不辛苦，别客气，叔叔。徐艺，徐艺，徐艺，赶紧送走人家呀。哦，不用，叔叔，我对这里很熟，自己就可以。你快点啊，赶紧走吧。哎，叔叔再见。慢走啊。哎，徐艺，你这也太不像话了吧。你怎么对人家姑娘这么不客气？你管不着我。你大了，我是管不了你了。你看看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？书不好好念，还自己花钱在外面住，这也就算了，恋爱你总得好好谈吧。你为什么对人家小姑娘这么不咸不淡呢？她不是我女朋友。她不是你女朋友，她不是你女朋友能对你这么好。她只是一个……算了算了，你腿好点之后，赶紧回家去吧，这里不适合你养病，小心我又把你气着。你以为我愿意在你这待？连我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嫌弃我。徐烨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要当好人吗？我给你个机会，让你好人做到底。麻烦你替我照顾我爸，等他腿好点之后，再把他送回老家。我这需要住几天，清静清静。说，徐家他们老爷子到现在都不知道你是他亲生儿子，那你也不准备告诉他？我没想好怎么跟他说。你们家这恩怨情仇都能拍一电视剧了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还是你们家老爷子够爷们儿啊，跟我一样能扛事儿。我看你一天不表扬自己，你不行是吧？我不光是说嘛，我还有实际的行动嘛，对不对？你也别犯愁了。要不这样，明天上完课，我帮你把老爷子送回家，顺便我也看看我妈。你回北京上课，耽误不起啊。还是兄弟好，来。待会儿咱们黄浦江溜溜，我又不去了啊！一会儿我去找一下李尔，商量一下徐的事情。
说到这儿啊，你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，男人有三样东西不可以跟别人分享：牙刷、内裤。你别胡说八道啊！哎呀，我都看在眼里呢，别瞒着我。多吃点，少废话。美女，这个位子没人吗？你要坐下了，我的位置也会没人的。哎，你是那个 girl 组合里面那个蒋雅熙。哎，我是你粉丝，你给我签个。你认错人了。不可能，绝对是你，可以合张影吗？姐，你迟到。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家里说啊，偏要在外面说。我中午就一个小时的时间溜出来跟你吃饭，回家我怕来不及。那你有什么事儿快说吧，大忙人。我这不下个月开始就巡演了吗？我想让你帮我跟赵叔叔借一下他的保姆车，我们巡演特别累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你自己怎么不跟他说？我怕他拒绝我呀，在赵叔叔面前，你的面子永远比我大。你别胡说了，这忙我帮不了你。公司不给你们配车了吗？姐，你是不知道，跟我们一块弄组合那个姓蒋的，家里巨有钱，什么都拿钱砸，又是买粉丝，又是接机，还跟着车跑，我的风头都被他抢光了，我也要我的风头。夏敏敏，你是不是已经忘了自己姓什么叫什么，从哪来的了？姐，我们难得见一次面，你就不要给我摆脸色了，好不好？敏敏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希望你离那些虚荣的东西远一点。姐，我真不虚荣，我每天累死累活，我都是为了钱。我跟那个姓蒋的又不一样，他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的，可是我想要什么都得靠我自己去拼去闯才能得到。那这和保姆车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就想过得舒服点吗？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难道想让我累死在舞台上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还有哮喘，你是我亲姐，你心疼心疼我好不好啊？明明，咱们俩交流不了，这忙我没法帮你。没法交流，那就不交流，我走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哎呀，这不是难得见你一次，我也不能气你啊。哎，我之前在这边看到了好多旅游的地方，等我休假我带你去。我上个洗手间。哎，你把你手机借我一下行不行？我手机没电了，我想给焕姐打个电话，说我晚一点回去。好。亲爱的姐姐，哎，你快看看呀！等我一有假，我们就去。多会儿有假呀？你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。我可想你了呢。我也可想去旅游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不给我发信息？我看你在上课，没敢打扰你，方便吗？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如果是跟徐宇有关的，我不想听。怎么了？他惹你生气了？应该只是他不想看到我吧。说真的，看到他现在这样子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了。
你去看过他了？嗯。他现在怎么样？他爸出狱了，来上海看他，没想到刚到上海就被三轮车给撞了，弄得他心里很烦躁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都解决了。我跟他真的分手了，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可以过得好。我觉得他还是挺需要你的，你有空就去看看他。您怎么样了？没事了吧？还行，他快毕业了，准备去北京工作。北京我熟啊，他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让他跟我说。我托由他帮他租房子呢，要是找不到，再来找你。好。那我先走了，明天还要上培训班呢。这里有张卡，没有多少钱，徐有什么困难你就帮我给他。我怕他闯祸，密码放你手机上。你怎么不自己给他？他的脾气不会要我的钱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谁的错，谁买单。我想尽快的把这个单给买清了，这样我才能大步大步的向前走。丽儿，你也是。沙律不要紫甘蓝，不要胡萝卜，其实蟹可以多放点。我们用的都是看门拜的奶酪，一小块一小块的。那就给我切碎点啊。啊，这，好。有牛排吗？我们这儿只有简餐，不好意思。那为什么有牛肉汉堡啊？那个是因为老板他喜欢。你重复一下我的单吧。好的。冰水不加冰，沙拉呢不要紫甘蓝，还有胡萝卜。我们沙拉里本来就没有胡萝卜的。你是在跟我讲小品吗？这是什么态度？我要见你们老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后厨已经下班了，简餐也点不了了。冰水是我们赠送的，冰和水已经分开了，您可以随便添加，喝完您就走吧。什么破地方，迟早关门。欢迎下次光临。你疯了吗你？你这客人全走了。今天是你最后一天在我们这上班，我们当然好好庆祝一下呀。你等着。这是我偷偷创作了半个月的蛋糕，送给你。哇，也太有心了吧！这个是你喜欢的无嘴猫。祝你在北京可以一切顺利，许个愿吧。要说的吗？有，当然有。北京天气干，要记得多喝水。谢谢你在我店里的这段时间，你给我出了好多好多的点子。你帮我留了好多好多的客人，谢谢你。我会加油的。我们一起都要加油。一起加油。加油。
虽然离别在即，我却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了期待。我知道我们的故事绝不会只属于这里，他们的故事一定也是。哎，看看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吧，虽然离市区比较远，但是离地铁特别近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。怎么样？真不错，谢谢你啊，犹太。不客气，你平时在学校那么照顾他，他成天迷迷糊糊的，我还挺担心的呢。是吗？那他挺会照顾人的呀，不信问他自己。啊，是吧？算了，他不了解我。是吗？但我特别了解他的是写作特别好，他获过好多奖，我还希望他以后毕业了能去你们杂志社工作。他没问题的，我们总编在上海已经见过他很多次了，特别喜欢他，而且他有很多文章已经在我们杂志发表了呢。我这次找他是让他帮忙做志愿者专题报道的。太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在北京常聚了。嗯，没错。看房子，我觉得这家还不错。真不错。去给您倒杯水。别别，你过来，坐下。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你说。你喜欢设计是吧？我跟朋友坐着玩玩的。我投资。你创立自己的品牌，想做多大做多大，要不没意思。我没这个本事。你有，你够聪明，就是跟我装糊涂。赵老师，你喝的有点多了，下次别喝这么多了，对身体不太好。我听说李尔要来北京了，我不知道，你听谁说的？说他师姐要来北京上班了，这两天由他让我帮他看看房子什么的，说他很快就跟着来北京了。挺好，你安排一下，请他们吃个饭。哎，不是，怎么什么事儿都我安排啊？我最近事儿特别多，你安排一下。哎呦，你是不是哎？有些事情是人家没有办法代替你的嘛。我听不懂在说什么。脾气怪，不爱说话，面瘫，这不天生一对吗？你什么时候学会看相了？看相，我跟你说这儿呢，喜欢就要在一起，不喜欢就赶紧分开啊。人生苦短，哪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呀？你俩聊什么呢？好。别吃！哎，你来的正好，喝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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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呀，来喝点，快快开起来！喝一杯，喝一杯。行。你说我说的对吗？人生苦短，喜欢就要在一起啦，不喜欢就赶快分开啦，对不对？哪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呀？对对对，就你听不懂还对。来喝。
过去点。这有什么过去点儿、啊？张漾。啊。其实你对很多人来说都挺特别的。嗯。Special。Special。对我来说也是。你相信缘分吗？信。我妹之前就总说我对人生没什么追求，得过且过。我之前确实是这样的。那现在有什么不同吗？我现在突然觉得好像有追求了吧，感觉什么东西在前面等着我，所以我就得往前走。但到底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，这是爱，爱情的力量。行吧你。今天太晚了，我就先回家了。那个，哦，新的设计稿我后天给你拿过来，好吧？哦，对，那个，咱们新的衣服那个样板有领子有点问题，我明天去工厂看一下。那个什么，好嘞，哎，你等一下，我送你。不，哎，你别走，你等会儿，这早点休息。不，你不能走，你等会儿，哎，你哎不，我不，我送你。哎黑人，你早点休息啊！刚谁给你打电话啊？由他。嗯，由他。说啥呀？什么都没说。没，那你还搞得神秘兮兮的。你忙你的去啊。我问你个问题。问呗。你想熊胖吗？想啊。你干嘛突然间问这个？你真的不知道他喜欢你。喜欢有什么用啊？你说是我能为了他留在上海，还是他能为了我来北京啊？这个爱情啊，最后肯定会败给现实的。你这个女人，真是理智的可怕。你还说我呢，你不也是为了夺徐艺来北京的？是不是怕见了他又心软呢？我不会心软了。很多时候，你拼尽了全力，想要给别人幸福，到最后你才发现。别人根本就不需要你所谓的幸福，在别人看来什么都不是，你只是感动你自己而已。恭喜你，你终于彻底的想明白了，太好了。我帮你看吧。谢谢啊。谢谢。好，向您签收。谁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送货的。哦。辛苦了。要怎么装啊？谢谢你的桌子。
手之劳。桌子好用吗？特别好用。怎么来北京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这不也知道了吗？我想知道，自然就知道了。但是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的好，徒增烦恼，你说呢？太深奥了，听不懂。听不懂拉倒。明天请你吃饭，叫上林，还有由他，黑人，我们去一去。明天不行，我要陪林去做采访，他要采访完100个志愿者呢，改天再约吧。哦，那改天吧，改天。拜拜。拜拜。雅西姐，那个你吃点东西补充点营养吧。这水果沙拉你放这么多果酱，你不知道我不吃甜食啊？不是的，这个水果没什么糖分的。哎，你就放心吧，绝对不会长胖的啊。我发现你现在做事啊，真是不带脑子啊。这手没断呢，就自己干活，让人伺候呢，就别废话太多。哎，我说我训我的人关你屁事儿啊？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啊！我说你现在可是当红的大明星，你的粉丝分分钟看着你呢，你就不怕你这嘴脸被人放网上去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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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姐妹嘛，别吵架啊！待会儿不还要一起演出呢吗？是是是，是我呗，我下次就少放点沙拉酱，或者不放。老沈啊，我爸给我订的那个车什么时候到？天天坐这破车，闷得慌。你看你，你俩出来演出，一人坐一辆车，被媒体拍到一定会乱说的。哎，我就喜欢这车，宽敞。雅西姐，我那保姆车可闲着呢，司机整天闲着没事干，就知道玩游戏。要不我借你？滚！这我要滚了，一会儿谁跟你上台？你可别忘了，有我才有你，有你才有我，有我们才有 girl。还有个事儿，雅西姐，你可别老说我智商欠费，我倒是觉得你的智商是想充值都充值不上了。我觉得你要是有机会，就赶紧去修修你的大脑吧。哎，雅西姐，路上还长，你要不要先听听音乐，睡一觉？一会儿到了我叫你啊。你是脑子有坑是吧？我坑你了。是搞什么狗屁组合了？小姑娘，要冷静一点，有话慢慢说。宣传费全部是我爸掏的，凭什么还得带着他呀？因为你们俩是组合，你明白吗？从你们俩组成组合那一刻开始，就注定歌迷只愿意看你们俩在一起，任何一个人单拿出来都不行。就他那智商，每次歌词他都忘词儿，连舞步他也跳错啊！昨天还把衣服也穿错了，每次都是我给他打圆场。昨天得亏是录播，不然我这脸都得被他丢尽了。做组合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团队精神。你替他打打掩护怎么了？而且人家夏咪咪可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你什么不是。那是因为他蠢。这你就搞错了，蠢人才会抱怨。聪明人永远都知道他最终想要的是什么。雅西啊，你也别跟我提钱的事儿，焕姐我从来不缺钱，你爸那些宣传费只是锦上添花而已。我看中你啊，是你这个人的素质和才华。你要知道，一个艺人如果素质不行又不肯配合，花再多的钱也捧不起来的。欢姐，要不你给我换个搭档吧，你只要给我换个人，
我一定乖乖听你的话。你主意打定了是吗？好，我帮你换。这次啊，我换掉的就不是夏米米，而是你，蒋雅希。幻姐。